大家好，我是 Unity 的官方讲师 Kelvin。 你知道现在即时渲染技术已经开始影响好莱坞的产业了吗？有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开始采用了这一种即时渲染的制作流程在他们的产品里面，像是一级玩家或者是星际过客。如果你对这样的即时渲染技术有兴趣的话，7月25号我会带几个即时渲染的作品，我们会用引擎端的角度来跟你们分析我们是如何制作这样的作品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在正弘国际会议厅所举办的 Unity 研讨会，到时候见。